伢子里也正常，伢子里你最近用多啊？但咱两个叔叔两个都去跟农村里去，但这农村的叔叔长得光不腾腾面嘛。他你这农村些叔叔长毛呗，他说别的哪个差啥也没去，年轻年轻他都面呗，年轻的差啥也没去了，我这叔叔说我这里的学员就啥，那他的钱呢嘛钱呢，他讲他叔叔年轻人。아가지상부채비이네야고가라상도좋아하러지다아니지기야기엔좋아하러매상들이태연주사는디기아니지기람주베기다냠슬레비고상말로가샤미지용도와다들레양아도지상담미입니다변이지겨왕아지케랭게지입니다겨왕아마니겨왕천디겨천디리야原住山的阿祖辈是我那阵的，他他年辈马爸爸的钱呢，来源呢？俺那阿祖这里的村子里啊，都是捐了小，俺这就是他说的，这年辈就可以的是，俺这哈来哈去，俺这哈来不就当俺当那些就他说的身旁不就有四个了嘛。还来呗，先把我这养死了吧。我做准。当年也蛮辛苦。嗯。解放阿妈年是他过去式是吧？解放阿妈年嘛，对呀，村子里啊，来女山呢，俺就来女山，他南边西边收嘛了，他南边西边收了，他俺在这阿山。来女山呢，这唐伯的这年辈马爸爸出钱，年辈马哥吧。钱的涨嘛涨价，钱的温度高不钱的偏远的也不了吧？但因为呢，这是那样嘛，他说。嗯，我这里啊就吃汤嘛买吧呢，就跟来年个王给他。跟爸都买不起，俺老是这个不日子怎么是掉落了呀？苦你嘛，俺老是叫俺们的村子里啊漂摇的嘛多，俺这工作干不起来呀嘛嘞，工作干不起来，不涨嘛涨干起来呀嘛嘞，涨嘛涨干起来没多少呢，其实涨嘛涨干起来就远了的，俺老是这个村子里啊，这跟长毛的穷，跟多少穷，俺大男心急，也不知道长毛可能还来不及，生怕不如这个当，一什么着急，可。切一样切一把的啦，我讲切过呀，这里，对，因为呢，在通过那边的啥别个就来到牛毛别的，捐的来到牛毛别的，也把他这个的超级了下，村里捐超级下，这，我讲他说的，村里捐的他不积极，他说的，村里捐的捐一把，我先把可能也不如几十把的，对，我呢。새로운것만은교회망부채야하예방망부채야하리가르쳐야해먹고나쓴게요말해근데인데얘들다가르쳐주고삼을했잖아쟤들이야교회진부지쟤다교회같이지게첨부채야비네야새로운것만은게내토마매번에싸베게엔다한다가서이제예바당교회들이야도로의이미나근데충충야주연한그초디있어초디나네초디있잖아래서내인류산에아주가르쌈당고도쓰나샌들이야대지교회로진부유중예배지수준은주로디스인류산디할레벨로범부충사로디지샘슘대야대디지는민지버릇이리제동생각지이제연경이나但이제명경이네안쌈으로당당신다지당고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会做错事情很多人会无法原谅自己他会觉得啊，我过去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已经是一个被染污的人了我是一个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不可能会变得更好我再怎么修再怎么忏悔也不可能变得更好这样子你好像就把自己任何可以羞耻的解脱的门都把它关起来了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想如果是一个相信有前世来生相信轮回的人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去想也就是事实上我们从过去生到今生就可以说是一种心事的延续总之如果到了今生我们是
什么罪业都没有，是一个很清净的人，就是完全过去没有造任何的恶业，今生干干净净，甚至是白白净净的来到这个世间的话，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在今生犯了一点过错，那的确你会觉得很惊讶，会觉得很糟糕，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说无始以来过去造的这些恶业，我们等于好像扛在肩上一样，我们都带到了今生。所以我们将今生的这么一点的这种说过错也好，跟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些过错，你两个好像放在两边，你来比较 一看的时候，甚至可能你还觉得哎，今生我甚至我还能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这都已经不错了，过去的那些我甚至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你可以思维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里主要要说的也就是不要太执着，而是要原谅放下，也就是今生的这么一点的过错，曾经犯的这些错误，你可以想跟过去无始以来的过错比起来，它真的都只是大海中的一滴，甚至一滴当中的更小的那么一滴。所以不要太伤心，也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原谅自己，而让自己无法再前进，无法再修持，不要这个样子。那个在我这里啊，也在我就那其他的什么当么都不是硬币的，大喊的，让给捐的农村啥的，捐一把我写，农村一把我写，对了，这蛮你都没有他说的，上部门一把还忽悠的，还故意故意的，这就什么人家的啊的，我呢，他这，他这他说的。我呢，他先把了就是他先把什么，自私自利是都不给干了。我呀，他等你们来吃呢，你就要不连送他，等这就算了。他喊他嚷嚷的，先把手机，先把闺蜜给先把了这个，亲戚老婆先把了这个的，可对呢，就靠边那伢的。他等这没有钱的，他都把都喊他。在通过那边，咱再把这边来看的三月份来的，接完的了呀，他那边就这边来看的下三月份来的，这个地方下过钱哦，下过钱，下过是啥的？咱上播的就嘛，原先的下过是了好多，但休息在哪？下过是，下过是就咱那边呢，变成 air ball 的这个，他说的行动的就靠下单，靠下说一下。가서이제수수디베레드가랑다베지가서베카르스시다안먹었다주랑반로지스게서시다가서이바지초연전에바가서디베레미게와인바데미게와인바톤에바빵샤지다유샤지고랑다타데도쇠샤버지데데르지고아지라네마도지데데수수고베나냐네지지도부인바하고고레탄돈지차데아버스게미도베나지주밀레레버지미나다지주밀레레베게네고체되려야네미순주송아세버미순주송아세네아니밀레레바디미순주송아세네라고딕발은겨바총딕발은겨바총주산베디응윤이되려야마라바이미세미슈응윤이되려야마라다추어지채나마도다나용사마레사르지미디미쇼나셰베이나딕발은겨바심부시게버데튠베쇼나셰베이나어다추어지마드릭사마레사마르지고第八的军阵都先了，第八啥不军阵都先了，给我住不来呀？他说，给我住不了，土楼子啊，带人就啥呢？那第一，下半年是这日子意思。嘛，到第四米熊刚刚没得味了，你去下边呢？下半下半怎样？容易他都得你冬季，哇，暖的，你冬季谁给暖的不了？知道？你冬季怕不了钱下半了去，怕去，你这不去？所以那另外来说，对于这个不相信轮回的人来说呢，同样我们也还是可以忏悔。这时候忏悔你可以怎么想呢？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些过错，重点是知道。那很多人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知道自己今生犯了什么错，但是呢你却一直放在你的心中。事实上这可以被形容成为是一种执着，一种贪执，是有一点自私自利，你总是想到自己，然后想到自己的过错，然后放不下。事实上不需要这个样子，你应该放下的。
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说相信过去生的人有过去的这些罪业也好，或者是只相信今生在今生所造的罪业也好，我们都应该要忏悔。那就讲到忏悔这个词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很斩钉截铁一个这种意思的。那在藏文里面，当你发音不同，你是这种很抢手，它代表的意思是斩断，它有一种忏悔是有一种斩断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你因为忏悔了，你斩断了你自己跟你所有过去的这些罪业，你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你不再需要过去的这些罪业了，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分开了，彻底分开了。所以这是忏悔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种斩断，是一种分开，一种放下，而不是在执着在你心中无法忘怀，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密勒日巴大师，他在上半生他造了很大的恶业，他甚至杀了35个人，但是他并没有就那样子哀伤哀怨的在那边哭丧着脸，并没有，他是更因为他的过错，因为他的罪业，反而给了他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我应该修持正法。所以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忏悔，因为你的过错而让你更有信心，更勇敢的去修持佛法，更精进的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忏悔并不是你被你自己过错跟过去的悲伤而淹没，并不是这个样子，失败或者被过去的失败而淹没，并不是这样。他第一节里啊，那说白了吧，说白了呢，小龙哥你用的意思嘞？第二是从过度嘛，这边给周围各个业迷，中央方面亲密多半呢，托不了你啊，三给写给写，第几个写？那地方中的，当年的就地大盘瓦的钱，你当多少把就这些宽度这边超龙的，肯定那么，第二你的路。接下来呢，谈到的是忍辱或者叫安忍，它有两个偈子，也就是永静无同忍，勿使愤世心，终得不退不还位，佛正可除嗔。他人打骂我，欺凌夺我财，怀恨招怨憎，舍恨眠安乐。大家在学校当部的，大家考他的工作是朋友的，朋友给什么的嘛？这位团呢，你说把娘的起我的是，这里还等于说白了呀，国家咱的这句要嘛的意思。作为国家也没，国家咱这句啥意思呢？说白了，从别个角度没意思，角度啥没意思啊？但角度是就咱那安住的，角度啥？感情别住啥？角度啥了吧？角度啥的就是咱这个就绿动而且，那句绿动而且了不？这个的角度的，我这个角度的来的一面呢？我那阵呢，搞都亲戚把这些那边移民，那说白了，娘们呗，他们这些的，搞都来这些，但搞都的，搞都把那，搞都钱把那掉把那，你说白了，娘们呗，说白搞都都点死，他第一次两天的下面了，人多了钱掉吧，本来长沙这个，后来那边的毛镇人多钱，八八人多钱，叫什么钱给你，秀，哎，数学得个人生的，人多了钱掉给你毛多啊，不然人心一个什么？今天也为那个人都是说白的人都是啥控制的人都是就让他装着的西部剧院上面的小的时候说白的干啥控制的人都是你看怎么这样搞不定看谁样呗这样怎么这样搞不定的为呢我的怎么的控制的怎么这样的也不多的控制的话这那么多这看这用不多这看出来这给你考虑呗所需要的，别看手机，控制任意工具的钱不没有，任意一盘控制了工具钱了，这几个的，再么都控制了呀，再管手机，那这就家满足松动的。那在这里呢，谈到了这种安忍的时候，也是要延续之前的这个不放逸，就是你有不放逸的精进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然后来修持安忍。那么在这里头两个句子呢，主要意思是说你不要给这个嗔恨任何机会，而同时呢也谈到说没有比安忍更好的这种苦行，更没有可以比安忍更好的苦行了。所以在这里呢叫永静无同忍，这里的永静在藏文是指苦行，就是没有比这个安忍更永静更大的苦行了。
但是当我们谈到苦行的时候，很多的确我们会就想啊，身体上的一些忍受一些苦，你会觉得那是苦行，那也可以说是。但是真正究竟真实的苦行呢，没有比修一个人羞耻忍辱来得 更好更殊胜了。所以忍辱是最殊胜的一种苦行。所以在这里说不要给嗔恨，或第二就说勿使愤世行，就是不要给这个愤恨，不要给嗔恨一种机会，不要让他有机可乘。那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在比赛，尤其现代人很喜欢比赛，你说赛车也好啊，那这里你要跟谁比呢？要跟你的嗔恨比，你不要给他机会，你要比他还快，你要还要比他还强，要有这样的力量。或者换个方式，是一种玩乐的方式，你要玩的话，好，我就跟嗔心你来玩。那在这里呢，你不是被嗔心控制，而是你要有能力，你可以控制这个嗔心。所以这是这个句子的意思。当你把第一个控制了，那些的，刚才写的那些，那不是女生就写的那些，那控制啥的过，那当我这个搞出来的控，那我养那样多，第一个那边这搞出来，浪去吵声，第二个来写写单声，第二个来马上把这结束事了，听着这洋洋上了单元女生呢，俺那控制的过来搞这控制被军队人这边呢困进去了。삼성 콘도지스에 삼성 콘도지스에 대해 까만 가시 주도 가시 제가 매우 잘 알아요. 맞아. 군진 엄마의 인트레스트야. 좋아. 인트레스트. 군진이 직전에 야외에서 살았다. 대지 중부이나. 뭐 난도 가보 좀도 삼쳐다. 대지 로브존 최고도 삼직. 탑시를 당 가시에는 우도 야시에는 주주 니선 선도 사는 자나 데려 오십니다. 근데 자연 사람한테 유지해. 다 안 잡히네. 근데도 마도 다 가셔 직배나 거기 진제 배에 가거든 미신다래. 두부레사 뒤집에 이게 된 줄. 당 원에 슈퍼도 되네. 다 가사텔라. 셰셰 땅 가사대 괴네지. 가사텔라베 군진이 당심 기왕이다. 즉 참을 뒤셔 봐. 다 대대 지야라. 니마 가시나 그 뒤야 말든 나와 가시 로 가시나 뒤야. 다든 대변 고조니 뉴디 휴교단의 자예 고조반의 양이야라지 컴퓨터나 고차원에서 다구야한테 군진디 이장다 대변 고네 휴보도 군진디 말라진 정로 다들다 갈래 휴도선 아선 이 든대지는 이 견견의 주에서 말 든대인들산에 든대지가 다 군진지 왜냐 대변의 휴보 자탄바 예비나 군진디 칭조제라 군진 딱 주자 담을 제대로 이제 대비지라다 이긴 주 가져야 이긴 주 동 주자만 보 유기로 봐. 다 주자만 보러 군신 주자만 보 지금 유두산 다 갈래시오르다. 근데 이제 나대 소소소 지금 누구 당시하고 지금 해시하성 도스. 당 옛날에 콜라 커두지 뇌로 재난다. 야 보러 봐. 이내야 당보 옛날에 소소로 뇌로도 안기 당보고 소소로 뇌네 되니 니미고야. 아니 니 미고와 지 샘투 샘투 발라 데네 에너지 니 미고 발라 소바틴 제 강해지에 테 다네 수 샘베 샘베 기보베 컨트롤한 겨부 룽 룽 사브르 차인 두산 소수 뒤균 조 자세든 데 예비 이네 안 디졸레 디즈에지 야르 부체 타르 부르체 다네 두산 가레이 메고 기보메 버 소에 도와 근데 이제 에 삼당 거야지 이스레 接着呢，接着这个祭文，第二个祭文，他谈到的是这种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为什么会生气，然后嗔恨、怀恨的一个情况了。那很多时候，比如这里所提到的，因为可能有个人打了你，或者他抢了你的东西，或者说他辱骂了你，对你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一直想着这件事情，想着想着，然后你怀恨在心，这种怀恨，这种恨，你就一直放在你的心中，然后久久无法释怀。
那讲到这种情绪的时候，冯宏他就想到他自己一个经验，就是他也会生气的，也会有不如意生气的时候，但是他发觉呢，每一次生气呢，可能过了几分钟或者 几小时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呢，他一直对于这个所谓的怀恨，这种恨呢，他蛮有兴趣的，这种情绪，所以他 很曾经尝试的努力去记起来那种恨，但是呢，他发觉一两个小时之后实在没办法，因为就忘了，所以最后他只好放弃就算了。那么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曾经看过一个就是有人写了这种就是抱怨的别人，就是批评别人恨别人的这种信吧，还是这种甚至写成了一本书之类的，然后给了法王，然后里面就写了很多很多，就是说啊，他恨谁，那个人对他不好，然后他曾经做了什么，而且他是这样每一天每一天从他第一天起就开始真实的记录下来。所以冯宏也想说他也真是不容易，因为就好像写一本书一样，每一次打开，或者就像他每一次打开电脑，他都可以接续着那个恨，然后一天一天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写下来。冯宏说他实在是做不到。然后你看到是如果说100页的这种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有几万字，这每一个字都是他的恨都在这个里面，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跟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总之呢，这里要说的就是事实上这样做呢，你只是自己苦了自己而已。如果你写了这本书，写了这样的东西，真正让那个人害到了他，那还好，但是并没有，你会发觉其实你伤害的只是到你自己。首先伤害的是你自己，就像这里说的，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了，而且你很容易易怒，然后同时可能你的好朋友也都会 远离你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怀恨到底有什么好处。那的邻居上呢，当多那就现在个忙活忙什么钱，就得了随身么都不见。那个，没得就少得钱了嘛，都穷嘛是实在了，结果就是钱用过了吧。那的邻居上呢，叔叔我呢就300倍哪儿都难呢。俺我得了呀，就提两得了呀呗，就刚说的就看不出家说了，就听不着多家说了。俺那就今天钱比那个多着了吧，今天没有钱呢，俺那。就是三六拿了嘞，相当的控制，解决。俺当初提纲了呀，那边他说，跑六步的给他说，然后呢，你把肯定写不当，去，满那个满对吧？肯定写不的，得什么的呀？别一来下的，养的养都成就是，成你么个？俺那看了就抓小的成就，养的成就是呢，所以跑六多的了，老百姓也当。所以就超级的不如这我的超级的我再没有说。所以超级的呢所以偏不小了。你呢他的控制了所谓的就是你要的所说的用过的不这我的所说的你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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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那现在他，我那现在他叔叔，他家的独家的，别的家谁的嘞？你也不清楚的。嗯，三百多硬币呢？我那的跑六跑的家谁？叔叔，偏当当这边硬币呢？哎，那控制起要嘛？控制嘛是三百多是渣蛋，虚个虚，也不管，根本就假货的，那么些子的。他等于就是呢，看他。让个让的呀，控制接了就什么的接了就呢？周瑜超级要嘛的，可是让个超级要嘛的，周瑜超级的要的，这样就相关起来。所以在这里呢，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情绪嗔心升起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啊，实在受不了，然后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这种感觉。那像这种时候，如果你能够怎么说好好的你。可以说好好的计划或怎么样，然后呢真正的比如说打可能会有打官司或者是惩罚治罪，这些都还好，但事实上我们不会这么的冷静。事实上我们的嗔恨心一升起的时候，我们这种怀恨在心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伤害到任何其他人，你都只是在一直在伤害你自己。就像这里说，你也无法睡觉了，你也睡不着了，甚至你吃任何东西都没有味道了。所以到底这种怀恨在心是你在帮助那个你不喜欢的人呢，还是你在帮助你自己呢？你都搞不清楚了。或者说到底仇敌这种仇人，你怨恨的 是对方呢，还是其实仇敌就是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仇人的意思，你站在
就好像说你到底是站在敌人那一边呢，还是你是站在你自己这一边？因为真正的敌人，他的定义目的就是让你不快乐，让你承受各种痛苦。所以这时候似乎你已经站到了敌人的那一边，你成为了他的朋友，在给予你自己各种的痛苦。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要思维跟了解的一点。打他们的脸，控制让这么多先这么多嘛的也是的。他认识了明明的他变了。别人告诉你拆解是什么意思，拆解无数马西拉拆解讲但没东西讲过原来控制北面啥的原来可以给他讲下不能信息控制啥的啥呢那过去给他什么的过来那都满年的啥他给拆解讲下老将写下不能信息第三路的拆解讲老将写下不能信息老将原给的过控制蓝居然要么控制蓝哎可别苦人别住住的是多啊这里也是继续马是继续我呢真的修过三次的修了解嘛这里就是呢哎那其实我呢修过三次的了别修过三个月呢这就是呢控制蓝是是不是钱呢哎那别修一下呢还是查在哪里是不是继续呢那特别的嘛的控制北面蓝那边满足不见你知道吧满足不见你塞了没塞了就或者米或者塞了嘛塞了差一点就是那，哎，今天就拿到了继续一些就是那，鸭子继续，我那的都是叔叔搞来看，修果子的了呢，修么都不切，搞来修多，第几节啊？得没有中级地修的。所以呢，同样就好像是，如果用这个练这个武术功夫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真正学武的人来说，你的心是要很平静的，你不可以有这种情绪有嗔心，那么那这时候你才能够准确的达到目标，要不然你跟很情绪很多心不平静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功夫也不好，也使不出来了。所以真正这里要说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那你就冷静的没有情绪的这样子出拳的话，真的就能一招毙命哦，然后命中目标。但是如果你这时候你的心是充满了嗔恨起伏不定，然后胡乱出拳的时候，会发觉只是把自己累得半死而已，事实上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接下来要说一个故事。那乌托呗，给咱那乌托呗，乌托呗，乌托呗，还是到乌托吧，石头山那边特别塞呗的，别的。他是塞外边，就是看上眼这些不得的，但是打不着的是金，看啥金大吉了是。金大的吃了呢，恰恰吉女呢，恰恰吉女呢，那个恰恰不吉女呢，那呢，拿了了给拿了呀，给呢，那饺子干的恰恰，那呢，可能金大的了呀，那吉吉啊，吉吉。姐姐，那家下的同志说的，家下的过来，忙不接，接了大姐，过天了呀呗，打弄，怎么弄？打过去，这哈来的要的是，听过不？今大的都是空着身，叫人跟得了，看这些说，俺叫人，他干那些说不得这个意思，看这些呗，那他干那些叫人说不得这个意思，来不来打？来的是那去夏天打出去，今大熬了打出去。吃对了哇，吃对的顾不得了呀，哥，这来打啥？打干了啥嘞？真打的，叫人家得了肯定吃酸，打干那些叫人家说不得这个意思了是吧？打可以吃的顾不能打不，我都特别要嘛，打，打肯定就是啥呢？控制钱呐，最难用的是啥？所以这里呢要说的故事，然后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这样一种故事，一个比喻。这是曾经一个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主人，然后呢他在外面买了一只鸡，一个全鸡，回到了家，然后呢放在那儿的时候放在地上，然后呢他家有一只狗，那只狗呢也看到这个鸡，然后就在那个鸡旁边一直绕啊绕，然后一直闻那个鸡的味道，当然就很想吃这样。那个主人看到就很气，他说：“好，你这个狗死狗，你敢吃肉，你对它怎么做，我也那样对你。”他这样对那只狗说，那只狗呢这样看看他，再看看那只鸡，就跑过去舔了一下那个鸡的屁股。
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主人他也就傻了，因为他不是说他你狗怎么做我要怎么做嘛，所以他也要舔那只鸡的屁股了。所以总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说呢，就是嗔心嗔恨心只会让你自己倒霉而已。좋아요 마르베 좋아요 여러분 고맙습니다 那这里有问题说，请问法王根本上师，是只可以有一位呢，还是我们会有很多位的根本上师？第主要的，咱们那么啥的，这用出来的，俺们盲目用过的是吧？的确。다 과한 시호다 이 예수의 가시엘안에 자연한 망부도 될래야되는 망부예수래 가시엘안에 지마도 민도 될래야되는 지마도 예수만 해 다 과한 달에 자와 시두산에 퍼시 자와 시두산에 예라 망부 예수 하고 지래 자와 지인대면 소시 인두산에 퍼시 자와 시두산에 지 가르쳐주지 댐보 저거 지 고만 조 삼청기도土地借不了手。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说呢，房说他看不同的人的时候，他比如说他有看到有些人是有好多的根本上师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根本上师是可以有很多位，可以有很多，可以有很多。但是你也看到有的人他真的只有那么一位根本上师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根本上师似乎只有一位。那么但谈到根本上师的根本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说支分可以有很多，但是这个根通常都是只有一个，那它同时有一种很稳固很坚固的一种意思。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要好好去分析再去了解深入了解的。 Next。 那么顶礼上师，请问如何保持出发菩提心时的那种精进勇猛，然后永不退转到成佛。好的，好的是。第一就是如何保持最开始发菩提心时，那时候的有精进，然后有勇猛，然后永远不退转，然后成佛。精进勇猛还是不退转？大家看的是哪？这两堂目标就看出来，这成就什么？他妈的改变够了呀！哎，你就尊重一下哇，人多不起啊，钱没多吧？但这是用，但这钱能用多的是。大家嘞呀，特别来看呢，尊重人手影响这样的，特别来看呢是特别忙不也为呢？比如秘书说了呀，这叔叔老人着忙着的，着完月没有够过上去看出来这。你注意忙过学问的，可是说书没说书的，老人抓住这个，你这个特皮子当原本也没呢，或者尊重人手用过来是，或者得了要抓原本啥，专刚给了抓我是了，就是我抓用过原本啥，我人心个尊重啥的用用不来是，等你就是他不能看了尊重人手用过来啥的，俺就这男的，就我就讲或者这特皮，要不然就特皮上面的那说学不起，等下说书我老了踹吧当老了。你就得呗，特别是忙活也呗，一边呢，做主持人学过用过，都是啥的这些，哎，搞的啥呗，人都不全部啥的了呗，他人都不全部啥的，我呢，这，俺这不讲我嘛，俺呢，他就生前他们这个，这农业局长，他那边这什么家政不是当研究生呢，他这我那时候这。他人是呢，可是这个全部移民呢，人的身边的那其他不是的，先他提及的先身边他们的身边就是啥，他人来讲长也蛮个好的，这里就是啥，长嘛为身边的他们的那个东西叫为的，他来去了都讲这些，我说什么时候这个什么单位面的说，
那么就像在这个问题谈到有精进、勇猛跟不退转三个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可以这个精进？就像一句话说，如果你具备了方便善巧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在精进了。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因为每个人你在修行的时候，你都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这些环境情况等等，但是兴趣，你有不同的兴趣，但你要在当中你要找到真正合你的心意，你觉得最相应的这个法门，然后去修的时候，这个自然你喜欢它，你就会精进的这么去做了。那么也就像一句话说，精进的定义也就是你欢喜于你所喜欢做的这样的善行的事情，这个就是精进的意思。所以在修行这么多的佛法修行法门当中，你可以去找到一个跟你相应的这个法，那你自然对他有兴趣，就会这么去做了。再来第二个是勇猛，怎么样可以勇猛呢？那这个时候你要想着众生的苦，所以这时候是指说你真正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眼睛，你去看，你看到说虽然自己就算再了不起，自己再大，也只不过是这芸芸众生当中的那么一小部分，那么一个而已。所以有那么多众人的业力，众人的苦，那这些也都是我要做的。所以你会想到这么大的时候，你这种勇往直前勇猛的心，它也就会自然的会升起。再来第三个，不退转。不退转呢，它可以说是一种坚定的一种誓言，但是仅仅是说我要这么做，这样还不够。真正坚定的不退转的一种誓言，是指说你自己的身口意你完全都已经交给了，比如说你发了菩提心的话，你完全就投入在，完全交给了菩提心，你不保留任何一点，你也不留给你任何的退路，你不保留任何一点。要不然你还会觉得说，哦，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去，但不是的，这时候你是完全只有这个方向，完全的坚定不移，不再有任何的犹疑的，这样子往前去走，这种就是一种不退转的坚定的誓言。Sarva papasya karanam kushala jovopasambhata savacita paryavatapanam etat bhutanam shasanam tarakatimiram dipomaya vasyaya budbudam savapnam ca vidyuntapram ca evam drashtrabe sanskritam anena punyena tu sarva darshita mabhavya nirjita ca doshvidrisha jararu jamirdu mahurmi sangulat samundareyam bhava sagara jagat bhava du sarva mangalam